最後我想講的就是真的要好隨機隨著政治的局勢去看，因為政治不是我相信我們有三年前的政治局勢，我都知道政治局勢很多年改變，但是我們要好像如果隨機應變看著局勢去改變。 撤回解雇決定，捍衛言論自由，停止白色恐怖，停止白色恐怖，香港人加油，香港人加油，撤回解雇決定，撤回解雇決定，捍衛言論自由，捍衛言論自由，停止白色恐怖，停止白色恐怖，香港人加油。